大来一看镜，蔡林总会用台湾话看全世界，讲到疫情哦，即马中国上海是愈来愈严重。原本坚持讲哦，无要封城，二十七煞雄雄宣布讲要分作两个阶段来封城。即马大家伫个抢物资是乱吵吵啦，啊，佮政府坚持对2600万人动态清零，这是中国防疫的一个大问题。详细内容，咱个时间交记者吴慧珊，慧珊请讲。好的，谢谢陈主播。即马咧，除了国内有真济所在有疫情以外咧，国外嘛是继续咧烧哦。尤其是中国的国内病毒拖甲真紧，上严重的所在就伫因经济中心上海，昨晚是临时来宣布讲爱封闭管制。不过咧，上海拢总有2600万人，因个政府就有讲啊，无可能完全封起来，所以决定爱用进行防疫的手段动态清零，为即个浦东到浦西来封闭，三月二八五点开始，要维持四天，浦东、浦南啊，佮附近的所在拢总来封起来。内底人咧爱做至少两届核酸检验，四月一号下晡五点才结束。轮到即个浦西时阵嘛是同款，四月一号三点开始咧即个核酸检验。四月五号三点来结束，封闭的时阵要注意哦，市内交通啊，够你全部的工课全部拢要停落来。等于讲，伫咧这九天内底，上海要完成2600万人两届普验，啊，够有动态清零。中国会安尼做咧，除了是因的政治的原因了以外咧，其实讲嘛是代表上海即卖和即个 Omicron 的变种 BA.2。为个真严重，来看中国政府的数字哦。28号虽然只有这个96个人来为着肺炎有症头，不过咧有4300多人拢是为着这个病毒，只是无症头尔尔。就这个美国的医生讲，阿姆狂这个 BA.2 这个病毒，划出去的几率甲这个 BA.1 来比较，加差不多30%哦。拖出去的速度嘛是有较紧。差不多有30到60%这么多，以目前的研究来看 ，BA.2 这个病毒症头主要拢是你的流鼻水啦、拍卡丘啦，有人嘛是会头痛，也是你的咽喉的痛，身体感觉就痛的就疲劳，其实甲这个 BA.1 是差不多啦。不过大家无想要为着肺炎的时阵伤严重的话，得爱家你的疫苗做好。那是注这个两剂莫德纳也是 BNT 的话，你的抵抗力有70%至80%，为着病毒的时阵，你带伊啊死亡的几率就会减少。那是有注这个第三剂，就会当让你的保护力提升到90%。好，除了这个注射了后咧，再来看国外安怎来防疫咧。香港啊，佮有韩国，去年有把这个疫情控制好掉，不过拄到这个 Omicron 的变种是规盘输了了哦。来看香港28号是增加7600多人来为着肺炎，真正足济。即嘛已经是英国内疫情第五届失去控制，有7000多人来死亡，尤其老人的影响上大。因为即个80岁以上的人咧是烦恼讲注射的反应伤大，唔敢来注，所以咧注过两剂的人，敢那只有35%，是一个真大的问题。再来看这个韩国，疫情同款是冻袂掉啊。三月中的时阵，一天有62万人来为着肺炎，每一礼拜拢有2000人来过身。因的民众伫认为讲，这甲你的政策有关系，因为一寡防疫要求伤紧来放量啊，加上这个 Omicron 的变种传出去真紧真强，这拢是原因。所以咧，台湾就会使看因的发展来思考讲，安那做对台湾上好。即马就甲今仔日的大代志看到这，搁甲时间交阿纯主播。